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地狱级的关卡，玉清之主来临。哦，下面的字看不太清楚，所以就不解释了。哦，因为我现在在做一个剪辑，影片的剪辑，因为影片拍得太长，哦，没办法，所以只好把影片剪短一点，这样让大家比较方便看。哦，当然也要跟得上我现在的这个是剧情的一个进度。哦，这个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死亡队。哦，死亡队。哦，不是翘辫子那个死亡，是史莱姆王的那个死亡。哦，第一回合的话，我们要流星珠。哦，流星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撑三回合。哦，我这边有搭配了一只水油鸭，有看到哦。哦，一开始先指定一只啦，因为把一只杀掉之后就比较没有压力了。哦，水油鸭三回合，因为我这只有练过是 CD 三的。哦 ，CD 三的水油鸭。哦，现在的话可以看到我用的是两串星珠。哦，两串星珠。哦，两串星珠就补了回来了。我，哦，撑三回合。哦，你看水油鸭跳起来了。哦，跳起来了。哦，但因为现在我台面上的星珠还够了，哦，所以我一样还是做两串星珠的一个动作。哦，这个部分就不特别解释。哦，两只先 K 掉一只啊，这样才能安全洗技能啊。哦，现在的那个星珠也不够了，所以我转了。总共是六颗的星珠哈，两组星珠，尽量也不要做全体攻击啊，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示范，因为全体攻击就怎么讲不好出击。现在看到 CD 5的我这个是朱雀，还有这个双子都跳起来了，又做一个错误的全体攻击的示范，尽量不要啦，因为可能我补血不太够啊，顺手就转进去。因为我现在已经跳起来了，所以我现在整个队伍当中有三个转经济，然后现在就很稳定了，随便打随便打，不够就转，不够就转。可以看到，好，现在对，现在快转，但是解说可以不用快转，对，解说可以不用快转。好，剩一只就慢慢出击了，尽量把女王出起来，这时候看到我没有把女王出起来，所以我又再撑了一下子。应该还要再一回合吧。还不够哦，这时候我转星哦。女王跳起来的话，保持三息不断星就可以了。这一次的话，由于我队伍当中有两只神族哦，这个波比跟双子，所以被打的话是12179滴血哦，12179滴血，被打非常舒服哦，非常舒服。没关系，我们有这个根性的水油鸭哦，加上这个女王两倍的恢复力哦。三息不断心 ，OK 啦，小 case， 小 case， 可以看到我以很快的速度就参观了。当然不是啦，是因为我快转哈。这个地方第一只不用急无鼠盾，直接看一下我这边转哈，可以看到我那个新珠三个一消，那个无鼠盾当马上就消掉了。所以这边算是个小技巧。因为有史莱姆王的关系，转心。你只要消星珠就等于是消无鼠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第二次的话，更简单，但是要六息盾，所以这时候频频转珠的我就是稍微耗了一点时间。这个部分就是三息不断星，三息不断星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血量像6245的时候也不是一定要三息啊，但是你转的息数够多的话，天降星珠也比较多，比较不会卡星这样。现在是属于快转的一个状态哦，由于就是一直三息嘛。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想转更快哈。词穷了。为什么？因为我转得太快了，我也来不及解释我现在在转什么。总之就是三息不断息，三息不断息。有死亡技你就尽量开啦，不然也是耗很久啊。基本上现在比较进阶一点的玩家六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然这一关的话，通关的话应该速度会比我快很多。可以看到我用快转还是打蛮久的。因为有时候我消不到三息，所
所以这个青龙他没有扣血。但是基本上大原则啦，我们保持不断心是大原则，因为只要一断就GG了。这一支的话，沃德沃德的话也是一样三期不断心但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把心珠是组成一排五颗这样天降会有强心才可以打得到它强心盾强化盾不是强心盾如果牌面不是很好，可以转双子把双子转出来，因为双子就是转强心的这个时候有双子就觉得很方便，虽然说神族会加成伤害在第二关跟第六关，不过因为我们是水流压的有水流压更新队伍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影响使用这样的一个队伍，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些玩家他是没有那个吕布没有那个巨蟹没有吕布，没有巨蟹，你要磨。这样来看的话，我自己评估过后啦，是用这个神王会比较效益因为如果全部都转型，你没有输出的话，可能要打更久基本上我有死亡兵打很久了转型筒自己塞啦自己塞那个波比算是必要的队友算是必要，为什么？因为在下一关的话，有可能会有同吸地的现象同吸地的话，你可能就要运用波比来把它吸地错开要把吸地错开这个快了强化盾了，强化心我们又转出来了，这样就快很多了像这一关你们看到我运气还不错，是二和一，所以我不用错开如果没有错开的话，就是先波比先开开了之后打了其中一只之后，下一回合再打另外一只这样吸地就会错开了请记得就是开了波比之后打了其中一只之后他已经醒了，再去打另外一只，下一回合再打另外一只不要同一回合打下去两只一起醒那当场真的是哭了因为刚刚打那么久，我也解说很久了那个都白费掉了这个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当然如果你没有波比要硬凹也可以，可是前面打也是要花蛮久时间的啦所以我是建议一定要波比再用这样的队伍来打啦基本上先打其中一只把它打到残血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乘二神位怒犬怒犬的部分我已经把它打到残血，现在换打右边这个哮犬不是哮天犬，是哮犬一样保持三息不断心就可以了魔队就是要稍微有点耐心啦要慢慢打没关系总之是不能断心三息也都无所谓，不要断心就是重点现在麦克风没有坏掉了，因为我现在在等他那个打最后那个残血的部分可以看他残血了有没有？残血这时候对不对血量尽量控制一下然后可以的话开转心然后再加个史莱姆王史莱姆王一起放这样是绝对最保险的，反正我们三只转心所以不用担心没有技能记得这时候全体攻击这个可以看到我柱子在排列的时候，这个是新柱尽量先排出来，因为手速没有很快，所以新柱先排出来是优先，因为新柱的攻击力才会够属性数的话就是单只有一种的伤害这样姜子牙的话简单保持三息不断心就好但是这边可以留意到一个部分，这个是我们的波比跟双子被锁技了，所以这时候转心筒只剩两只，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所以基本上有这个双子是好打的错，可是在这一关的话要小心一点不过不用担心我们看史莱姆啊这个是朱雀加上水压其实整场来讲比较核心的一个控场不能说控场保持不断心的角色就是那只水压 CD3 的当然如果你有红心女王那个技能 CD1 的那个是更好
之就是 CD3， 不然就 CD1 哈、哦。真的不行的话 ，CD5 也是要放上来了哈、哦。因为就是是各位手动的卡牌而定的哈、哦，这个没有固定的。因为我、在录片的话，就是保持的一个就是用手中所拥有的卡牌去发挥最大效益哦。平均转出这个转出数哦，3到5的话，应该很多玩家都可以达到了、哦、因为如果3到5的部分可能还没办法达到，要通关其实很多关卡是都蛮难的哦，都蛮难的哦。因为像这个至少要3C不断新的这个哦，这个就是一个难度了哦。尤其下一关更难哦，为什么？因为下一关是2秒转珠哦。对于我这样一个平民转珠来讲，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啦哦。可以看到有些时候虽然快转，可是还会停下来，主要原因是我在想。因为这个路线并不是那么优秀，这样哈，没有啊，可以看到血量足够的时候 ，EC 还不会死哈、哦，这个大约在13分08秒左右吧，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13分出头那时候，哦，可以看到我就是手残哦 ，EC 哦 EC， 但是没死呵呵 ，EC 没有死掉哈、哦，算是运气好哦，因为你像一下4950嘛。4950我们现在一消的话基本上刚好补回来哦，因为网打只有这个是8000多滴哦，8000多滴，所以一吸的话其实还是你只要不是残血哦，你像哦只是满血被打到的话还是可以回血回得回来哦。像刚刚我就思考了一下呢，哦，当然我不建议是用 EC 这个玩法啦。哦，虽然说2秒转珠，哦，尽量保持高吸数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天降的话，你消越多，天降的珠才会掉下来。如果你消，例如说我台面上只消3颗新珠，那整片都是剩下还是杂珠？难道天降3颗新珠给你吗？哦，所以能够尽量想一下没关系，哦，但是吸数尽量把它做高，哦，尽量。哦，有史莱姆王，当然我们就直接开了，这样可以省蛮多时间的。哦，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已经打了一半的血量了。哦，这个影片要是不剪辑，我看看的人都要睡着了。哦，当然我影片当中有这个是那个完整版的，也有上传。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完整版的一个内容。但是要花一点时间倒是真的，不过反正我这边也有解说啦、哦、到时候可能会评估一下，看看是哪一部影片的点阅率比较高的话，我可能之后会尽量以大家习惯的方式去做这个影片的编排之类的。哦，一期的部分来到了，哦，这个是13分，哦，对，差不多啊，13分出头。哦，这个刚才就是属于。这个是出意外的状况哈，好啊，现在目前就是又救回来了，哦，有史莱姆王就开，哦，尽量了。然后当史莱姆王开的时候，场上只要3颗新珠就 OK 了，其他都不要，我们就不要去动它了。哦，剩下这个是大概剩下这个1/4左右。哦，有转心就转了，当然这是那个波比能够不用就最好不要去动到它。哦，因为你随便消一颗珠都会中的。水火光暗，哦，水火光暗，只有木珠不会打醒它，所以基本上波比在这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刚才我现在录音的时候看影片好像会lag，不晓得等一下会不会lag，不过没关系啊，我去看看哦。总之我们还是录音就对了。哦，这个尾王已经快聚齐了。哦，这时候神魔王还没开就聚掉了。哦，这张卡很建议大家去打一张。哦，谢谢大家的观赏。哦，这个拜拜。后面还有啊，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动力。好。
请大家继续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概还有几秒钟可以讲话，好，拜拜。